上一次从这里离开之后，他的疼痛转移到了我的身上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们举例，当他来姨妈的瞬间，我的肚子就开始疼。你怎么弄的他？我肚子这儿吗？我小一点，叫我小一点。我的情绪转移到他的身上，这就是能让人哭到崩溃的电影。烦死了！为什么吃的烂炒饭？幸福又悲伤。之前也做了很多实验，想要换回来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可能这就是命中注定的爱情吧。有病。极有可能是术前障碍。范小姐，停。就这样。有病。我都习惯了。范小姐。好好好好。这个病，他可能永远都治不好了吧。我想把你的情绪还给你。理由？我给你三分钟。因为这种互换，我们都没办法判断什么是爱。许愿池啊，我希望他能重新感受爱和被爱。喜欢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情绪？有时候有酸，有时候有苦，有时候有甜。你要带我去哪儿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我就想牵着你的手一直这样跑下去。这是一杯开水，我把手插进去，痛的人是他。没事吧？傻不傻？这种爱情病啊，我可治不了。